亚兰不小心打翻东西了，在拖地。你是打翻什么饮料啊？哦，奶茶，好可惜啊。那你这样不就没有早餐了？你这句话真的很不合理。啊？哦，还有两杯，还有两杯。好。天哪，好专业的。你好。啊？有另外一个，我去拿，我去拿，等我一下、哦，有另外一个。哇，你好靠谱哦，海迪。啊？拿拖把，他们现在需要拖把。公司的拖把，还有这个是拖把，这个很特别，我待会用给他们看。哎，嗨，伟成哥，来这一把，这个也是拖把，这个，这个，你真的没有，好了，我教你怎么样，等我一下哦。